开始就是很妙，哎，把这个一旦转刺住之后压下来，你看看这个站，看这个开成最后都压了。那这个人肯定有，那肯定这个人肯定小嘴。看，人家最后一出拍的时候，拍型都，爸爸都戴了个帽子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个现在目前是一分钟十秒。看，他是真打。那倒不可能，可能的。爸爸都已经发个 S ball， 你把你的发球烧了，然后一定第二个球一定和第一个不要一样，练呗。你看这个，你看看人家怎么拍球，拍球他的拍球包裹的很圆的。啊，想到了，看到了吧？特别熟。吃住之后，你看这个当中没有发生力，没有用法。你要把自己打啊！这个人你刚才给你打的这个人，看到没？
烂，是不是？